可以打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客服热线。你们拿到货了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箱验货，就验一下这个螃蟹是不是每一只都是活的。如果说发现有死蟹，你马上拍照。还有，如果发现有断腿的话，也可以赔的，因为蟹断腿的话，其实也不是很好。基本上不会，因为我们全部都炸好。检查过，对，全部都检查好是非常好的。蟹放进，反正这就是传说中的，带着保险的保，就是传说中带着保险去你家的那个蟹，它全国只有这一家，只有我们蟹太太一家是上了这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食品安全险，然后每一只都上了这个保险的。对，收到货之后可以打电话兑换哦，还可以扫二维码直接填信息。我先问一下，你上了保险了吗？他都上了的，上已经上了。今天买什么时候到？卡片的话是48小时内全部发完。农村也会送货上火吗？只要是快递到的地方，全部给你们送到货。我觉得你们能拍就真的要这个时候拍。如果到了11月份下旬、12月份的话，它肯定是涨价的，会涨价。这个是涨价，这个。